大家好，今天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奈能 3D 方案的其中一种。今天我们介绍的是 Dual Camera 来当作我们的 Input。 那我们的 Dual Camera 是透过 USB 接到我们的 FPGA， 那 FPGA 跑我们奈能的 CNN 算法，我们的 IP 在里面，那所有的 CNN 生有关神经网络的运算全部是跑在我们的 FPGA 里面。那我们的 Dual Camera 只是把我们的图像跟深度资讯送过来而已。那今天这个 Demo 呢，是来做人形的侦测，也就是 people counting、people detection 的一个功能，并加上距离的资讯。所以，我们请我们的工程师走一下。各位可以看到，工程师在走的时候，它上面的距离是跟我们镜头的距离，现在距离是越来越近。所以在我们的右手边有一个扇形的图形，扇形的图形就是把我们的工程师的人标出来，标示到现在是相对的哪一个位置。下面就是我们收到了深度资料，然后把我们的人给框出来，并计算出距离。然后这个可以应用在各个需要有距离的应用上面。